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观察是天神的计谋，八至五至三支，哦，这个百姓喉咙有点那个烧虾哈，所以这个可能会尽量避免少讲话哈。骗子开太多了哈，哇，哦，他会把你的那个符石转来转去哦。好，转来转去没关系，我们就自己再转回来就好。好，尽快击杀，尽快击杀。哦，血要记得补哦。因为这边的话，我不太喜欢他把你的新珠什么都把你转掉，这样对我们来讲也是有点小危险。我基本上杀死一只，压力就变小了。哦，这是有很大的差别哦。好，剩一只就很轻松了。就要把它击杀的时候，记得火符石哦，要把它消掉哦。哦，像那个强化火很麻烦，要是碍眼的。我想现在有颗火符石，等它转，好，等它转了，我们再把它切开。因为切开，我们尽快把它击杀是没有影响的。第二关双体共生，好，双体共生。好，先打右边这一只哦，因为属性相克哦，右边会攻击有一点一倍。啊，左边啊，左边会有 1.5 倍的，讲错了。哦，大概这个血量应该 OK。哦，抓大概六成哦。数学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哈。哇靠，这是要一波带走的态势哎，真的是一波带走哈。不过没关系哈，因为我们搭姐跳起来了哦，不影响。这边反伤的话，就是哦，基本上打不痛啊，但是我们不能太高抗爆，会被他弄死哦。就是转，嗨嗨，看一下这个部分。我要切开一下哦，一波把它带走哦，啊，这个威力是有点 OP 的哦。combo 数不够的话，妲己就要开了，这稍微注意一下。哦，他现在缩死哦，然后这个攻击力减少哦，两只差不多哦，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差，因为露娜还在哦，所以做一点点小爆发哦，不要大爆发哦。不要全体攻击，哦，杀死一只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还要除技。下一关越攻越强要用的，哦，因为我不晓得威力会不会太大，所以我尽量留了一点那个缓冲给他。哦，各位等我一下，我润喉一下哈，哦。
好，时间已经回来了啊、哦。下一关是月攻略墙嘛，所以那个爆发的部分自己要掌握一下。好，这边都是直接用正常的打法打过去就好了。跳起来了，他没有注意到，我会打紧一跳。越攻越强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先绿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绿出多一点的光珠好了。光珠实在是太少了，好，这个程度差不多。不过他好像也被我们打到脸有点歪掉哦。好，张继，哦，这个露娜，哦，再加上、大圣好了。好，开龙科。啊，基本上好像不用开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开的时候有我们的目的的哦，要绿珠哦。好，绿珠就整片都是哦。嘎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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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时候再加上这个。好，这一关是无视减伤哈，加上这个天雷的战场加打击哦，一波把它带走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好像没什么猪可以排哦，所以就是把它切开就对了。哦，这边我做了一个叠猪啦哦，这还真难切 ，shit， 我怎么切出一个猪来嘞？这个算了哈，当作我没切过。好，威力有够就好了，抗魔术不是很多不重要。哦，这只是更进化版的哦，大于等于七，八抗魔盾改。哎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抗魔术要很高哦，不然会被它锤得很舒服哦。基本上要等妲己跳起来，所以前面都是在撑啊，好不好？前面就是撑到妲己跳起来为止。我看各位的手转的技术哈。这次 combo 就有点小小的危险哦。我被 miss 救回来了。真是 I miss you 啊。可怕，这一次真的很可怕，我必须这样讲。我们大圣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打了，大概平均五 combo 要吧，七 combo 就有点危险了。
五康博我看起来是还没问题，五康博。哦，所以平民转出五康博就是已经是要推到极限了。三到五就是要推到五了，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在三到五慢慢跟他磨了哈。这个水柱应该下来的，还有四回合，撑一下就可以哈。七呀，没有七呀。小心啊，我们的血量啊！哦，五康博了，平均五康博是没问题啊。来吧，打起！还没有，还一回合，不好意思，太急了哈。哈哈，好刺激啊！八没有八，没有八就送他去死吧，来吧。哎，刚好都没注意到有没有八方宝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好，尽量切就对了。这个我是觉得不用开到这一只啦，应该这样就会死了。为什么要留园艺金呢？哦，因为如果这波没有爆死哦，我还可以那个用园艺金。转把暗珠转成光哦，所以我决定用这样的方式就好了。目前台面上一二三四五六，有点危险。一二三四五六七颗，七加四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六 combo， 七 combo， 八 combo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一波爆发。带走吧。这个三颗，哦，这个弄得将将好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刚刚好，一波。来吧，九 combo， 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，哦，所以这个大于等于八 combo 这个改哦，要稍微小心一下，要稍微小心一下哦，不能太轻敌。好，哦，以上是这个八支、五支、三支一天神的计谋关卡的一个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